Hello， 欢迎收看，我是 Channel， 我是 Daniel， 今天特别企划非常厉害，超能力整人，大家最喜欢看的又来了。今天特别来宾，妮妮学姐。啊，妮妮学姐。台湾数一数二的道具设计师 ，Hello， 魔术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一个职业魔术师，非常非常厉害。好的，我现在在一间非常漂亮的音响店，里面都是百万等级。然后我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不同的朋友们，就说我要来买音响。对，工作室缺一台音响。对，买一套音响这样，大家就会变出音响幻术。等下最后一个超强的 surprise， 继续看下去。你好，有什么需要帮你介绍的？想买音响是不是？想买音响。想买音响。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你介绍吗？想要就是环绕音响。你好。欢迎光临。想要买音响吗？哎，对，想要看一下。想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第一次吗？第一次买音响。那我帮你们介绍一下。算是。啊，你们平常有特别喜欢听哪种音乐？拍照拍的时候可以拍的。嗨的时候要可以嗨得起来，对，你知道吗？可以。工作室在多大？大概150平。150，太大了。是工厂。是新的，新建的。OK。比较喜欢，他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大根一点。大根一点的话，像是这种流线体的，它就有大根，会比较清楚，听得比较清楚。你们也可以就是再买一个这种就是书架型的音箱，然后放在落地型的音箱上，它就很大。现在盗版因为他们给的质量也越来越高了。对，你们预算多少？预算大概是30左右。30左右是什么？他可能比较高，因为他是医生。没有，啊，这边也要买？你不要买哦，这是你要不要买哦？没有，没有，预算大概多少？哈哈哈哈哈哈！我预算是没有上限。哦，没有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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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们要不要去我们楼上的一家店？如果可以积宝还到的。可以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正店是吗？那你平常会买回去看的时候是 SOD， 看的是 LOD。那我们就往上面一道，把那你进 VIP 室。好，应该看这边。这边请。那这边其实只是我们一般的员工休息室。哇，像那个沙发有没有？就是小牛皮，那个大概28万这样，施华洛世奇的声音。哇，但其实都还是不比这两只大，这两只看起来就很大。那有没有那种内建扩大机？哦，有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把扩大机放一张你在上面，然后就一体的，哦，连起来，对对对，内建的，对对对，就是我们装在一起。那这边大概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员工福利啊，需要补一下 ，VIP room 在这边，我们走。好死啊！啊，这只是员工休息，对，这只是员工休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一间就是 VIP room， 对。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音响跟外面等级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好帅哦！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预算，所以我们这边的预算都花在这里了，所以就麻烦各位坐下。预算不足，好吧。哦，帮我们把门关上一下。哦，这个吸音的那个做得很屌哎。对对啊，这个不是吸音，这个叫做绕射板。啊，是绕射板。对，就是当音响打出来后，它打到墙壁就会充斥在整个空间。哦，对，播乐音乐给你。你可以听到水流声，你可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灯光迷雾后，其他的声音，人的声音。不想放弃的念头，感觉好像现场有人在唱这样，很清晰耶，很清晰。感到无比的爽。但如果你们喜欢那种动次打次的那种音乐的话，你可以把音量调高一点，更动感一点的话。就是音量再调高一点，对，我们就调这边可以再调大一点。哦，好聪明哦！就是把音量调高，你的动次打次的感觉就会有动次打次。对对对对，那其实就是第二柜的是这一台，第二柜是这一台，那这一台是贵在科技，不是贵在牌子，不是贵在科技，高科技 LV 的高科技 LV。它这一台特别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还是在这里，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用耳机在听音乐嘛，所以这一台它是高科技，它跪在就是跪在你就拿一块布，然后你就是可以，你就带着这一块布出去，你就带着一台音响，
如果你真的外出的话，就是你就是可以带着这一块笔。如果你真的外出的话，就是你就是可以带着这一块笔，然后你其实就带着一个随身的音响这样，你就可以带着这一块布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携带，可以携带，就户外野餐嘛，对不对？你们就可以到草地上携带，你们打开有没有？你们就可以当那个餐桌，然后对，啊，你把它慢慢立起来，就是音响就又会再出现，然后你们就可以在野餐的时候可以听音乐。哎，这个是最贵的，最贵是这一台。这一台就是它有一点历史，这一台是贵在历史，看得出来。对，那个时候其实音箱里面你们打开就会看到很多小人在一起唱。对对对对，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台是奴隶，这台是别的古典，这台电影吧，拍电影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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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是邦乔比用的那一台，邦乔比他所用的那一台。打分小，不要吓我。难怪这么贵，因为有真人在里面唱啊。对，他笑到腿都打开了。真人计划啦！哎，扯啊！扯啊！太扯了！太扯了！真人计划，祝你生日快乐！我不要生日，其实今天没有要买音响啊，今天是要给你们看的魔术秀。好屌哦！现场做结尾吧，做一个现场。DBO 的3000万音响，待会要去接场，我到底在唱什么？对不起，我不会做，我不会。唱到结尾，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屌哦！观众朋友不要误会，我刚刚蛮多干话的。真的要了解音响的话，请实地来。对，音响店。好了，整人大成功。Thank you。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企划啦。今天主要会有这个企划的诞生呢，是因为我的好朋友王崇源，还有他公演，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魔术公演。在11月的21、22三天呢，分别晚上还有礼拜六的下午晚上以及礼拜天的下午，我在木栅的表演36房有一个自己的公开售票演出，里面会有90分钟满满的完整的魔术秀，也包含影片里面刚刚变出你的一些炫的魔术。那希望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张票来支持我们本土的魔术师的自己的剧场创作。还要特别感谢亚瑟音响，谢谢老板人很好，谢谢。大家需要买音响的可以来亚瑟找老板。请问音响到底跑去哪了？怎么可以躲在那里？音响呢？小人呢、啊？他这变色当音响哎、欸，这个哦，谢谢、啊、你这个贝斯感觉很强，不行会被黄标。